最近活动预告即将更新，雪球收集兑换家具，还有传说装备材料下调数量，猎人即将开放居住区，这个很赞美，大家又可以搬新家了。还有圣诞套装，记得在下方帮我按下订阅、点赞，并开启小铃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霸道哥。今天的你们好吗？你们有没有打金装、打到炸裂，还是心态炸裂？12月活动记得把雪球收集满满，兑换家具一共12套，全部收集可以获得雪人装饰。传说装备即将新增卡斯托尔，之前传说装备即将下调数的数量材料哦。在后面更新猎人地区即将开放居住地，期待吗？圣诞套装即将更新，每个角色限购一次，红白色都觉得蛮好看的，我个人喜欢白色套装，挺纯洁的感觉，跟我很像。圣诞家具套装即将上市，限购一次，圣诞节地板跟壁纸可直接跟 NPC 购买。保管箱扩张最大增值到130个。即将更新预览装备穿着打扮，即将更新6种服饰套装，有一套我觉得很像李小龙，还是很像运动休闲风格。还有就是改善交易所，这是不是在这个月就还不知道了，不过确定会改善交易所。以上即将更新的活动就帮你们大约整理到这边，记得在下方帮我按下订阅、点赞并开启小铃铛，就会收到我的直播通知或影片通知咯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拜拜拜拜。最近活动预告即将更新，雪球收集兑换家具，还有传说装备材料下调数量，猎人即将开放居住区，这个很赞美，大家又可以搬新家了。还有圣诞套装，记得在下方帮我按下订阅、点赞并开启小铃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霸道哥。今天的你们好吗？你们有没有打金装、打到炸裂，还是心态炸裂？12月活动记得把雪球收集满满，兑换家具一共12套，全部收集可以获得雪人装饰。传说装备即将新增卡斯托尔，之前传说装备即将下调数个数量材料哦。在后面更新猎人地区即将开放居住地，期待吗？圣诞套装即将更新，每个角色限购一次，红白色都觉得蛮好看的，我个人喜欢白色套装，挺纯洁的感觉，跟我很像。圣诞家具套装即将上市，限购一次，圣诞节地板跟壁纸可直接跟 NPC 购买。保管箱扩张最大增值到130个。即将更新预览装备穿着打扮，即将更新6种服饰套装，有一套我觉得很像李小龙，还是很像运动休闲风格。还有就是改善交易所，这是不是在这个月就还不知道了，不过确定会改善交易所。以上即将更新的活动就帮你们大约整理到这边，记得在下方帮我按下订阅、点赞并开启小铃铛，就会收到我的直播通知或影片通知咯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拜拜拜拜。最近活动预告即将更新，雪球收集兑换家具，
还有传说装备材料下调数量，猎人即将开放居住区，这个很赞美，大家又可以搬新家了。还有圣诞套装，记得在下方帮我按下订阅、点赞，并开启小铃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八刀哥。今天的你们好吗？你们有没有打金装、打到炸裂，还是心态炸裂？12月活动记得把雪球收集满满，兑换家具一共12套，全部收集可以获得雪人装饰。传说装备即将新增卡斯托尔，之前传说装备即将下调数个数量材料哦。在后面更新猎人地区即将开放居住地，期待吗？圣诞套装即将更新，每个角色限购一次，红白色都觉得蛮好看的，我个人喜欢白色套装，挺纯洁的感觉，跟我很像。圣诞家具套装即将上市，限购一次，圣诞节地板跟壁纸可直接跟 NPC 购买。保管箱扩张最大增值到130个。即将更新预览装备穿着打扮，即将更新六种服饰套装，有一套我觉得很像李小龙，还是很像运动休闲风格。还有就是改善交易所，这是不是在这个月就还不知道了，不过确定会改善交易所。以上即将更新的活动就帮你们大约整理到这边，记得在下方帮我按下订阅、点赞并开启小铃铛，就会收到我的直播通知或影片通知咯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拜拜拜拜。最近活动预告，即将更新雪球收集兑换家具，还有传说装备材料下调数量，猎人即将开放居住区，这个很赞美，大家又可以搬新家了。还有圣诞套装，记得在下方帮我按下订阅、点赞并开启小铃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八刀哥。今天的你们好吗？你们有没有打金装、打到炸裂，还是心态炸裂？12月活动记得把雪球收集满满，兑换家具一共12套，全部收集可以获得雪人装饰。传说装备即将新增卡斯托尔，之前传说装备即将下调数个数量材料哦。在后面更新猎人地区即将开放居住地，期待吗？圣诞套装即将更新，每个角色限购一次，红白色都觉得蛮好看的，我个人喜欢白色套装，挺纯洁的感觉，跟我很像。圣诞家具套装即将上市，限购一次，圣诞节地板跟壁纸可直接跟 NPC 购买。保管箱扩张最大增值到130个。即将更新预览装备穿着打扮，即将更新六种服饰套装，有一套我觉得很像李小龙，还是很像运动休闲风格。还有就是改善交易所，这是不是在这个月就还不知道了，不过确定会改善交易所。以上即将更新的活动就帮你们大约整理到这边，记得在下方帮我按下订阅、点赞并开启小铃铛，就会收到我的直播通知或影片通知咯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拜拜拜拜。